道你在拿我钱做面子，你把我当孩子啊？我本来是想说，油条兄弟，又又又。来我再多叫几个过来啊，大哥！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旁边啊。啊，你跟你朋友一起啊？还没算账对不对？没关系，都一起过来。钱不用担心，什么时候让你付过钱的啦？赶快过来一起吃晚餐。好，拜拜。什么？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要约朋友来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你有问过我吗？我跟你的局，你跟你朋友来，什么意思的？哥，我是想说，再那么多，我怕浪费啊，哥。就算吃不完，能不能担心呢、啊？分明在拿我钱做面子，我把你当朋友怎样？你把我当孩子啊？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本来是想说，你想什么时候轮到我想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的朋友做到今天啊，这顿饭你必须要买单啊！人渣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哇，什么感觉啊？我大哥啊，我刚刚想要介绍给你们，他还单身，但他刚。突然不太开心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当然不开心啊，这些菜是招待朋友、招待贵宾的吗？这他妈喂狗的！哎，小二，全店里最贵的菜又上一轮了、这样才对嘛！啊、大哥，啊，你刚不是我们当不成朋友了吗？谁他妈当你是朋友啊？你他妈是我兄弟啊！你有兄，我有弟啊！哈哈哈哈。转眼看见你冷漠的脸，表现随意。